主席，各位同仁，刚刚听国民党的许益仁委员在特别提到说，问题的关键不是在门槛，那问题的关键是在于说，过去的政客操弄公投，以公投绑大选，那听得实在是好笑。那也觉得说，国民党从过去2003年在审议公投法的过程里头，一直以所谓的公投绑大选四个字，视为毒蛇猛兽。殊不知说，全世界所有的几乎所有的公投案的一个举行，全部几乎都是跟大选一起来举行。那假如说这个逻辑成立，过去总共有6次的全国性公投，国民党提了2个案，也跟总统大选一起来举办公民投票。那举办公民投票的结果，假如按照国民党的逻辑，那这个也是政客操弄选举吗？难道王建轩也是操弄选举吗？难道萧万长也是操弄选举吗？6次的全国性公投都没有过的原因是在哪里？是在于门槛过高嘛？所以门槛才是问题。所以这一次的修法过程里头，民主进步党很负责任的，包括说从提案的门槛、联署的门槛到通过的门槛，全部把它大幅降低。那希望更多让由人民做主来共同决定一些国家或者是地方政府的这些重大的争议事项，就直接交由人民来做决定，这个才是符合我们宪法所规定的所谓这个创制复决权行使的一个规定。所以这个从过去宪法到现在，那我们这一次真正把过去在2005年所定的所谓的鸟笼公投里面的这些层层的这些枷锁，一次的把它解开，包括公投审议委员会，过去公投审议委员会就是一个太上委员会，人民经过联署提案，大概93万人左右的这个联署，公投审议委员可以恣意的把这个联署案就把它去除掉。我过去曾经担任过公投审议委员会的委员，我也知道说过去政党的黑手怎么在公投审议委员会来封杀人民的一个提案。所以这一次我们的修法的重点就是在降低门槛，就是在还权于民，让人民在这一次的公民投票法的一个修法过程过后，能够包括在整个他对于他一个自由意识的表达，不管是创制权的行使，或者是复决权的行使，都能够在这一次的这个公投法修正通过之后，能够真正展现国民的意志。我想从2003年到2017年，已经经过14年的一个时间，在累积了那么多公投，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光怪离奇的台湾独有的这个公投的一个乱象，那这一次我们该做一个历史的一个了断，应该把权力还给人民，让人民直接做主，让台湾能够真正成为一个真正民主巩固民主的一个国家。谢谢。谢谢陈委员。下一位请洪委员中议。